这一台是 X6F15、哦、为它安装16，跟这 F16、哦、为它安装12.3高通安全器，哦，这是最新的界面 ID8 的界面。哦，首先连上手机的蓝牙和手机的热点，我们可以去做导航。桃园火车站，然后点房子，它就说缩小到右下角最小化。好，音量键，好，点 APP。好，我们点 YouTube。车它要回到原车的界面，好，点萤幕就回到安卓的界面了。好，这可以指定 APP， 我们点只是看电视的，然后左下角点两下，我们点台湾。可以看电视，好，点返回键，我们退出，回到安卓界面。好，可以开看 Netflix。好，点登录账号密码就可以去做观看。好，支援神盾测速，侦测启动。可以连上手机蓝牙，还显示已连接手机，点下去，蓝牙音乐也可以去做同步。好，通话记录都会在上面，电话簿可以在直接在上面去做拨打电话，嘿，相当的方便。好，先帮我打一下倒车。好，打倒车哦，原厂的倒车都会显示。我们打 P， 好，就回到安卓的界面了。OK， 好，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观看。